好 class 嘅你個人咁樣咯。我哋因為其實佢已經係天王嚟啦，喺泰國，係啊，咁所以我今日知道，咦，請到阿 Miu 嚟喎，我都好想去認識下佢咯，咁同嚇，我簡直係天生嘅泰國 artist 嚟噶。你睇翻我以前廿年前嗰個樣子，簡直係即係好啱喺嗰度發展啊！但係後來因為我覺得中意香港 market 多啲，所以變翻即係 local 啲咁樣。香港啲姐姐嚇？香港啲姐姐。姐姐啊？依輪多多姐姐咯，係隨住我個年齡嘅增長。我決定派先頭部隊阿 Jeffrey， 因為魏俊生發展緊啊嘛，係咯，叫佢翻嚟探子回報睇下咩料先。有冇問下佢而家即係嗰個市場嗰個？佢主要每次都係去吃喝玩樂，我諗佢都係傾緊咯。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韓國嘅文化已經將成個亞洲打通了，我覺得，所以其實是絕對有可能的。我覺得我們香港的 artist 或者歌手，還有因為泰文呢其實跟廣東話是個口鉗有點像的，所以我覺得不大問題應該。我說那些都不出得街的，我看君如姐和森美那個學的，因為還有 Tony Jaa。今天有沒有收到寄信？有啦，唉，冇新意。佢好早之前有即係點講啊？有 brainstorm 過一次嘅同我，咁我就話張師傅計下先，勝算好高咁樣咯。即係要喺外地勝算大。唔係，因為佢寫隻歌，隻歌好冧嘅，隻歌真係好冧。即係我覺得，唉，你啲女仔真係～寫隻歌就話 say yes， 真係係啊！嗰個 brainstorm 係有邊個人喺度？冇話得我同佢啫嘛。哦。係啊，咁佢有一日佢話：，誒，大佬，我整咗隻歌，我諗住點點點點。咁我話其實你就算唔寫呢隻歌，佢都會應承㗎啦。不過當然，對於女仔嚟講咧，儀式感好重要嘅。你有啲挑戰？其實我覺得相處之道咯。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一輩即是後生我們有時候sorry 我先喝水先我先喝水sorry 好來啦剛才講的我來了年輕人那些相處之道是相處之道他給你聽但你有沒有教他怎樣挑數去處理糾紛我自己都沒有經驗怎樣教大哥山埃來的那些沒有我覺得誠意咯，同埋佢哋兩個都咁多，即係咁長時間咯。咁我覺得係好自然嘅成件事，同埋佢好錫女朋友啊！你唔好見佢好似成日喺個台度收 bra 咁樣啦，其實佢好錫 Christy 真係。你見過佢啲咩舉動啊？即係為 Christy 做小動作嗱，即係譬如話佢買一部好靚嘅車俾 Christy， 咁而嗰部車係一個即係有 taste 人先至會揀嘅，即係你知道佢。即係佢係考慮佢個身形啦，譬如話 Chris 好中意某一個品牌啦，咁而嗰兩張車嘅凳係嗰個品牌嘅布嚟嘅，即係嗰只特別嘅 tweet 料嚟嘅，你諗下，即係去邊度揾？即係你見到佢去錫一個人係觀察入微嘅，佢唔係純粹話啊李生嗱我買隻戒指俾你啊咁，佢唔係咯，觀察入微。咁你有冇考慮送啲咩結婚禮物俾佢？
我哋公司有珠寶嘛，咁咪打只大龍鳳鴨俾佢咯，成身金珠咁樣咯。唔係，但係唔得，我哋依啲唔可以班門弄斧，因為佢屋企好猛嘅。係啊，心意咯。咁 Tyson 男仔就送筆啊，送錶啊咁樣咯，係咯。女仔梗係有層樓揸手啦，大佬。但係咁講，我覺得 Chris 之所以佢哋相處得開心咧 ，Chris 好自立嘅。Chris 自己本身都好自立嘅一個女仔咯，即係佢唔係嗰種咩嘢都指意曬佢咯。我覺得依個亦都係令到點樣收服到 Tyson 呢只野獸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一環，即係佢好有自己嘅生活啊，好識得扮靚啊咁。Tyson 有一次在我家同我講，佢話就算過咗咁多年，佢都而家都仲會有好多 moment 覺得啊，依個女朋友好靚啊。有冇閃親你啊？咁冇嘅，佢講得好自然嘅。係。同埋最近都好似好少見你。係咩？可能因為我加價。唔係啊，咁今次頭位應該好和你喎。嚇？本身是咯，但是因為有阿 Will 和同埋阿胡子彤，尤其佢哋兩個依輪有電影上咧咁，哇！我做咩把聲咁啊？唔使有嘅。我飲一啖。嗯，好。唔知做乜嘅。佢咳啫嘛，剪都冇所謂。好。嗰個是第一炮的，好戲在後頭啊！其實都幾特別的，即係好似兩兄弟咁一齊拍嗰部，我都覺得幾有化學作用嘅。勾心鬥角啊，嗰啲係嘛？樂壇嗰啲黑幕是真的原來係咯，即係鬥下氣啊，鬥下嘴啊咁咯。但係嘉欣而家轉咗個造型咧，你有冇覺得已經同佢冇咁似？認唔到佢啊！呢輪。係咯，怪男孩喎佢。都唔係，靚仔咗，即係唔係應該話係wild 咗咯，多咗遐想啊！哇！即係哦，原來佢係會去染髮嘅。佢冇啊，佢好自主噶，處女座嘛，好有主見嘅佢自己。咁同埋。我同佢拍廣告嘅時候，佢都未係呢個髮呢個顏色嘅。廣告啊？佢都係嗰啲咯，佢對住 Serena 嗰啲幾夾夾咯，一日到黑幾夾夾咯。咁但係你唔知點解佢又夾得你好舒服嘅。男模啊你？佢嗰日都冇乜男模嘅，同埋佢轉數快，我好中意同林家謙一齊即係做訪問啊、拍廣告啊、做 show， 佢轉數好快。咁我就可以諗少啲嘢。佢最近即係頒獎典禮度 ，Tyson 講咗嗰個嘅感受得獎。係啊，話我哋廢啊嘛，心聲啦，梗係佢啊。你覺得真係即係 Tyson 講嘅心聲？唔係嘅，其實應該話 Tyson 嘅意思係話，即係我哋應該 take 林家謙 as 一個 reference， 即係當你喺一個大家覺得個市道啊，或者可能本地樂迷好多個。聚焦點都唔喺本地歌手度，咁但係家謙呢幾年嘅成功係真係因為佢嘅才華啊，佢嘅作品即係牽動到大家咯。咁以前我哋呢個年代唱作歌手基本上係冇 event 出嘅，係同商業活動係即係我哋唔係寵兒咯。咁但係你見到家謙嘅成功，其實係就係呢個年代就唔係咁咯。即係有音樂，有好嘅音樂，有認受性，歌迷中意你，市場就會中意你。超級市場做咩啊？哦，唔係因為佢講嗰對組合，我都覺得勁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可能，因為我最近都聽緊嗰個組合嘅嘢，咁但係我覺得都要思考咯，即係。流行音樂啊嘛，流行音樂應該係無遠弗屆嘅，即係應該係
不分年齡的人都會覺得你好聽咁樣咯。即係你等於尹光哥哥，我舉個例子。咁我最近有幾次嘅商演都見到佢，我哋一齊做嘢，佢個成個 energy 係勁過好多後輩嘅，係好多後輩歌手。咁所以我覺得要思考究竟人哋點解有一啲年齡層，譬如話我睇佢啲字應該都係小朋友啊，係咯。咁點解我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又令呢一個年齡層嘅歌迷多翻啲咧？咁大家唔好淨係喺何濟公認識我咧，咁樣即係可以從一啲其他嘅途徑認識我咯。Gen Z 咯，係咯，新啲嘅咯。咁都同我哋自己做歌嘅風格有關嘅。不是大宅，不要亂說，不是大宅，不過不是，那間是我的發跡屋來的，我在那裡上紅館的，因為，還有那間屋呢，很老禮的，住親誰呢，都，怎麼說呢，我想想先，他本身是做教育的，跟住開學校咯，住在那裡，他本身是做公務員的，跟住升職咯，冇噶，我一路都係租噶嗰度。不過最近因為翻新咗，上一手租客租約完啦，搬大屋，咁所以就翻新咗兩個月。咁翻新完我又覺得好好嗰度，而家市場又唔好啦，我又唔想即係咁平咁樣去租出去，咁就丟空咗一段時間已經。咁咁啱公司最近話班女仔想揾一個女生宿舍嘅地方，又拍下啲團綜咁樣，咁我話不如我嗰度啦，同埋。即係自己屋企地方，自己兄弟姐妹就唔好周街去啦。會㗎，係啊，上去睇下有冇整污糟我嘅地方咯。同埋冇嘅，不過我有幫佢哋擺啲傢俬咯。係啦，有啲我好中意嘅傢俬，我會擺入去俾佢哋。哦，冇嘢㗎，我哋公司嘅會計部好均真㗎，如有損壞喺糧單嗰度直扣咁樣咯。有是有的，但是一定不是跳唱咯。你是不是想到畫面都害怕啊，大佬？咩啊？江兩道，江兩道已經退隱江湖很多年了。因為他四個是吧？不好啦，人家啱出道，不要以為人家即刻退出啊！係啊，降兩度一出嚟，好多人都要借埋行埋一邊。